同学们呢，数学是不会骗人的。例如，一个人盖房子需要一年，那么365个人一起盖房子只需要一天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我反对。照你这么推算的话，那么20万人一起盖房子只需要1分钟吗？那50度的水倒在一起就变成100度了。啊，那什么。我给你来一个，你答对了，我俩课本抄30遍。请出题。你走在沙漠里迷路了，这时你面前有2杯水、1杯和1盆泡脚水，请问你选哪一个？我能不选吗？不可以。我还是选洗脚水吧，我应该还行。你喝了2杯水，你为啥不喝？来，这道题请上来坐一下，点龙岩啊。别教我，不对，老师喜欢提问不举手，我得举手。我在上面坐一下。哎呀，学了。哎，你会啊？坐下吧，来，手动性。上面坐一下。开个会啊！学校通知，不允许在教室里玩手机，抓到一个罚200，举报一个奖100。教授。老板，等等，我举报李鲁蛋上课玩手机，赠你，拿钱。不错啊，你先把罚款交一下。啊？罚钱交一下。我交哪点呢？你上课玩手机啊？我没玩啊。这不手机吗？我没玩老师。这次期末考试为什么考这么差？我眼镜度数不够，脖子扭伤了。我前面同学个太高，你那个呢？我坐他们三个中间了。与考试无关的都给我收起来啊！现在开始考试。高大，你懂吗？明白。还有10分钟交卷啊，抓紧答题。高大。考试结束啊，交卷。葛大，你最后一道题不会呀？不是，我是第一道题。我是第一道题。中国的四大美女都是谁呢？第一是杨玉环，貂蝉、文周君。那他们有什么共同特点呢？长得美。不是特别准确。我知道。你说。都走中路，谁料谁强？见得这么嚣张。是谁把厕所的玻璃打碎了？站起来，老师。是他，是你们走吧。人家王老师正搁那上厕所，哎呦，那后果！明天把你家长叫来听听。上课看黑板，32减8，座位不够向十位借，借一当十等于四，听明白没？那他要不借怎么办？那他借也得借，不借也得借。马上过年了，那要个费劲还借，你根本就不行。没料张啊！对。哈哈哈哈哈！我。